雷欧在家觉得很无聊，于是就躺在地板上睡觉。忽然安娜从地板上冒出来，安娜叫雷欧起来，雷欧睁开眼睛惊讶地问安娜怎么进来的。安娜说想念雷欧就会出现在雷欧面前。雷欧笑着说安娜嘴巴真甜。安娜感叹地说应该是男生对女生嘴巴甜，怎么反倒是女生对男生嘴巴甜。雷欧笑着说因为安娜像男生。安娜说你这没用的男人，我要给你一点教训。啊。